这里呢，不少人可能开始担心，哎，糟糕，我也有在吃这个红区产品呢，会不会也收到有问题的保证呢？如果你的红区保证品是在国内药品等等，那你都提到过了吗？放心，那根据《中国日报》报道，目前在国内药品厂药品行任何的日本产品产品都是外用产品，比如说顺水贴啦，或是宣传这个专用的产品就可以了。有药剂师表示，目前市面上销售的红区保健品大多数都是大马制造，或者是由来自美国和中国。对于没有受到关税的影响，红区还是有利润。但是药剂师还是提醒他，虽然由日本小林制药公司生产的口服产品在我国并不流通，这个渠道也没有障碍，但是呢，网络平台上还是很容易找到的。所以如果有时间在上网买保健品的人，最好还是先检查看看，你买的红区保健品当中是不是来自日本小林制药公司。最后补充一点，红区属于保健产品，是以中国的名字由红区金牌教授产品。有买保险的大家，不知道你的保费有没有调整呢？今天有正常人士揭露，有投保者向他投诉，保险公司以医药费充当为由，调高了他的保费超过一倍。最终呢，因为保费太高，让投保者实在担不起，无论是下至好。